有朋友呢，就让我多讲一点老虎机。我说好吧，我就今天想跟他讲一个老虎机里面有一个坑。我们说老虎机，你要想挣钱的话呢，一般来讲啊，也就是三个途径吧。第一个途径就是说，你在自然的打老虎机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会有一个，就是说你像这个图片里面所示的。就是什么老虎、狮子啊，加上它的一个替代的啊，这些啊，全部占得很满，啊，那么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盈利。如果说你这一次分值打得高，就是你下注下得大，啊，这个满的出现的这些图形又很满，OK，那这是一种图形常规的，最常规的。第二种就是说呢，我们是通过这个免费，就他送给你一个免费游戏。你比如说三个金元宝出来啦，或者三个什么出来了之后，他就会给你，有的是给6个，有的是给10个，有的是让你自己选，啊，你是什么样的图形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我们就都不讲了。那么你通过这个十个免费游戏呢，这个免费游戏里面这十个免费游戏就是说你不用下注了，给你10个，里面往往也会出大奖，就是出类似我们前面讲的这种常规的大奖。第三种呢？就是这里，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。第三种就是说，他会给你什么呢？他会给你这个，大家看上面有一个金元宝，哦，你看所有的老虎机上面它都会有一个奖励。那么这个奖励呢，比如说这个游戏叫多福巨奖，它有多福多财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什么？多起多寿。那么呢，我们呢也是通过中这个奖来中大奖。你看高那个最高的，你看看多少？哇，这是1个亿啊！哦，不对不对，00，这是100万，这是100万。一般的来讲的话呢，在新加坡、澳门的这些赌场里面，几十万、上百万的这种都有，也确实有人中过。那么这个奖是通过什么获得的呢？就是通过这张图里面，大家看上面有一个聚宝盆，通过这个聚宝盆，你打我打大家打，把它占满了之后，砰，满了，盖子给你打开，打开以后，对，大家看这张图片，就通过这个聚宝盆满了以后，它就会跳出来。这个多少张？就类似于这样的，每家不一样的啊，就类似于这样的，一二三四，三四一十二，十二个里面呢，你在里面选，你什么时候打出三个同样的图形出来，那么它分别就是什么多福多财呀，就这个奖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的陷阱，陷阱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这个聚宝盆上面。因为我们一般呢，我们选老虎机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选什么呢？这个聚宝盆快满的时候，我们上去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跟大家讲就是什么呢？我已经遇到过好多次了，而且我在边上也观察过了。我先讲第一个例子啊，有一次，我在一个机器上面打，哇，边上那个就很满。眼看这个聚宝盆就要爆掉了，就要给你出这个，让你这个选这个图形的，这个时候快到了，眼看着就 OK 了。我边上就有一个大概是印度人吧，应该是印度人，就来打打打，不断的加钱，不断的打。他干嘛呢？他就是为了要他聚宝盆爆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中这个多福多彩大奖嘛。他一直打了多久的？塞钱起码塞了3次，后面不知道是他老婆还是他女朋友过来，两个人在嘀嘀咕咕，我也听不清楚，我也听不懂他们印度话，意思就是说还要干，然后换成那个女的上来干，女的又往里面加了3次钱，就加一次钱，比如说100块，打完了再加了6次。那我一看这机会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已经打，本身都已经快满了，然后呢，他们打的也已经
那个加了六，总共加了6次钱了，那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嘛。那我马上上去了，不用说的了，这种机会还不去把它逮住啊？那我跟他讲，我把我前面赢的大概有个700-800、上千块了，应该，我全部在那台机器上面打，我就为了中，让他爆，我好，相当于抽奖了，就硬是把我这1000块左右打完了，他都没出来。那么这种事情呢，我跟大家讲啊，已经不是这个了，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遇着了。我们有一个朋友打闪电，哇，他那段时间打的就等于是没日没夜的在里面打，也是为了去中这种大奖。最后呢，打到什么地步呢？啊？打到自己去那个赌场去申请那个，就是戒赌啊，就是不能再进赌场啊。你可以去申请的嘛，就以后你拿了你的 ID，你就不能进赌场了。你打成这个样子了。那我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很多次了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就是什么呢？看到那个聚宝盆啊，快满的时候啊，并不是它，当然有时候真的是机会有。有的你一上去一拍也能拍出来，就前面2、3把你砰就把它拍出来了，就抽奖。但是呢，你有时候你真的会遇到这样的坑，那这个坑呢，这个原理呢，我也讲不出来，我只是告诉大家，大家一定要留意，如果你在上面你是为这个目的，为聚宝盆满了以后让你可以抽奖的。你是抱着这个目的上了这张机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小心了。小心什么呢？就是你要做个止损，大概到了多少，你就一定要停下来。可是老虎机呢，说实话呢，止损呢比百家乐止损还要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真的就是眼看就要沉了，眼看，老虎机的设计永远就是给你还差一口气，还马上就来了，好像就来了。那这就是很大的坑，大家明白我意思吧？好吧，我今天就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坑，你一定要注意。我只就说具体的对应方案，我只能给你一个方案，就是说去止损。但是你一定要留意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坑了我们不少钱，好吧？好，OK，那今天讲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